話你好，你支持邊隊啊？梗係東區啦，咁多甲組喺度喎，仲贏緊。你真係覺得贏啊？梗係啦，唔贏我咩啦？哦，輸咗你會好傷心啊？輸咗唔會嘅，我至多慳一萬啫。你估計幾多比幾多啊？10-8啦，差唔多。10-8。哦，好啦，唔該曬啦。喂，你好啊，你支持邊隊啊？東區，你梗係東區啦。點解啊？因為有靚仔咯。例如咧？例如，哇，十一好靚仔啊！哦，係十一號中路。哦，但係你睇下個十一號。你估今場幾比幾啊？我估啊，5-3啦。你之前有冇睇嘅比賽啊？有啊，之前睇過四強啊，幾好睇喎！我記得嗰場。你知唔知依家決賽喎？我知啊，咪睇過四強咯。哦，好啦，唔該曬。而家追開咗啦，而家北區對東區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北區嘅會。而家我哋要睇嘅係地方界全港運會。香港运动会主场最后决赛的比赛，是由一穿绿色衫的东区对一穿黄色衫的北区。这个
睇完一場第三屆全國運動會五人足球比賽嘅決賽，就喺呢個馬鞍山喺日本進行啦。我哋今日嗰場比賽係東區對北區，結果係4-3，東區贏咗。係啦，我而家最我而家先知道原來咧五人足球比賽係唔同七人足球比賽嘅。五人足球比賽咧個波係短啲嘅，我都唔知點解喎，因為易踢慣可能係咯。同埋我最欣賞嘅就係東區嘅龍門啦，因為咁細個籠，但係要伸手敏捷周圍打破個波係啦，所以咧係咯，都係嗰啲啦，龍門真係好犀利，係啦。知啦，係咪啊？好啦，我本身就支持東北區嘅，但係因為之前見佢同大埔嗰場比賽咧，就覺得佢一定係贏硬啦，咁犀利。但點知咧，最後尾咧就輸一球輸咗俾東區，仲要係俾人45秒裏邊俾人秒殺你，真係好失望。而喺呢個比賽裏邊咧，本身就北區就係、是。上半場就以3-1領先啦，仲大比咁大比數就覺得贏硬喎。但係點知喺下半場咧就俾人一個反超前，跟住就覺得好犀利，即係覺得呢場比賽真係好精彩啦。而喺呢場比賽裏邊咧，我就學到一樣嘢，就係知道只要好似東區咁樣，你唔放棄，爭取每個機會嘅話咧，就可以反敗為勝。